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为你送来本期剧透。大宝贝，咱家宝贝以后一定是个艺术家。血，哎呦，血块了。拍摄有点慢了啊！再来，再来，第三遍，再来。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母子平安。陈李济舒筋健腰丸，生机无限，待会儿见。济舒筋健腰丸，生机无限，现在继续。本节目由陈李济舒筋健腰丸独家冠名播出。人生是一次没有回头路的旅行，疾病就是这次旅行中的风雨。你永远不知道风雨什么时候来，也无法准确判断它什么时候走。有的人在旅程刚刚起步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的风雨。北京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有这样一群得了白血病的小病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化疗了。张小姐，王思言，啊，太佩服了，李宇轩，太佩服了，太佩服了。你看，他就下意识张嘴，就这个习惯性的，就只要是一摘口罩，就像开灯一样的，就张嘴了，是不是？嗯，就这样的。根据病情和身体状况的不同，经过十个月到一年的强化疗期，有些孩子可以短暂出院，随后必须回来继续治疗，家长们称之为小出。有些孩子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可以回家进行后续一年半的维持治疗，家长们将这里程碑式的一天称为大出。帅哥，哎，今天那学校没事能出吗？能出。耶，行吧，行。今天他要血象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白天给他输血之后，他会完成他所有的全部化疗，今天就大出了。患有白血病的孩子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四岁的诺诺从2017年开始住院治疗，一年中已经承受了9次痛苦的强化疗。孩子被化疗的副作用痛苦折磨，父母则遭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折磨。2018年1月22日，是诺诺大出的日子，家人们都换上了红色的衣服。诺诺妈妈准备了喜糖和小礼物，一一送到科室里每个医护人员的手中，表示感谢。哎，老师您好，您今天大出啊，谢谢您啊，谢谢您一直那个支持我们，谢谢啊，好嘞，也谢谢您，也谢谢您。没事，礼物还有其他白血病孩子的一份，祝福他们也能早日康复。家好，来，啊，谢谢一诺阿姨给你的，加油啊！阿姨说谢谢阿姨。哎呀，你还俩手呢，真好啊！妈妈给诺诺穿上了红色的新衣服，并给她戴上了红色的项链和手链。哦，抱着苹果俩手，你要听话啊。诺诺抱着苹果，由舅舅把他抱出医院。看似迷信，但这是饱受白血病折磨的家长们约定俗成的传统，寓意平平安安救出孩子。真棒，舅舅不回是妈妈在你旁边呢啊，好不好？还有更多家长每次化疗后都密切关注着各项指标，等待大出的那一天。起步阶段的风雨让人心碎，也有人经历了漫长的几乎让人绝望的风雨。40岁的刘志国带着行李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陪产，他39岁的妻子马新林怀孕才35周，医生断定他有早产的可能。啊，行，好，谢谢啊。
我叫马新林，马上就40岁了。我的职业是个瑜伽老师，还穿个小绿衣服。对，这个得穿呀、啊，规矩啊，这得。穿上这身还真有点那个，香港那片子叫什么《人心人数》还是？是吗？哦，是。这屋我管你了啊，我叫王晶。啊，你好，哎，我想问一下，这床把它那个后背摇起来是在哪？哦，电动的，嘿，好，我这土了又啊，我还琢磨着。哦，这个行吗？我先给你查一下你的腰。好，好。你说这床的话，就是能留一个家属陪啊。好的。你什么过敏？青霉素、链霉素。行。您说陪的话是晚上陪床也可以吗？对呀、啊，就是。哦，那太好了啊。你是30几周？35+1。但是那个今天早上稍微有点见红，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记得在元月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也出现过一些不太好的情况，我当时带他去医院，然后大夫呢，也强行把他留在医院了，希望让他能够平躺，不要工作。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早产，怀孕前，马新林的身体被多家医院判定，几乎不可能怀孕。不一定非得今天生吧？看这状态。你开封口了就说不好了，因为你小孩也不大嘛。我给你查一下吧。好，因为我之前做那 CIN3 那手术，那子宫就是。比别人就是软而且薄，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在怀宝宝前的一年多，我查出来了有宫颈癌前病变的这个问题，当时医生也建议我做一个叫利普的手术，如果要是再严重的话可能要切除子宫。其实我当时是接受不了，因为毕竟我没生过孩子，结果是保住了。打无痛吗？不打。做肩部吧。好，不用打。我对疼痛没什么敏感的，我还挺享受一下当妈妈这个过程。当时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就是觉得这个人心态特别好，挺乐观，特别积极，但是他的身体情况不是特别好。首先他是高龄，他身体的机能就会有所下降。我了解到马新林他是做过一个宫颈的利普术，在之后产程分娩过程中宫颈可能会裂伤的风险增加。现在是真是宫缩吗？嗯，有一点，看着好像是往一块纵哈。嗯，先坐一会儿。好嘞，谢谢。但这还不是马新林身上唯一的问题，除了接受过宫颈癌前病变手术，他还有两种对怀孕不利的疾病。他是35+1先兆早产，他是早破的，5点钟破水了，慢性肾炎，有这肠系膜这个啊。马新林有那个慢性肾炎史，这样的话在产程中呢，我们会关注他的饮食，然后出入量的情况，然后也会请专科的医生来会诊。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在其他的医院做了孕前检查，但是发现尿里头有大量的尿蛋白，很多医院认为我这种情况可能不适合妊娠和分娩。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首先要对他身体还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的，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有高血压啊，有没有这个由于大量的low蛋白导致的低蛋白血症等等。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是很严重的话，那么继续妊娠下去可能会对她肾功能造成很严重的损伤，她孩子可能由于母体的状态不佳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给她制定了相应的这种应对的方案，给予了一些药物的这种干预，所以说她在孕期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种高血压呀等等其他的这些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这些情况。您在家用的补钾用的是什么药？上次在产医的时候吃药输液，还有喝那个钾水，反正你也不记得自己在家吃的是什么药了，反正就是常规的那种，就是长那个药片跟刚才吃的都长得都一样。反正他现在钾有多低啊？2点几了吗？2.6，2.59。这个病人他合并有一个叫肠系膜上动脉综合征这么一个既往的病史，往往病人就会出现严重的呕吐。由于呕吐呢，丢失大量的胃肠液，然后会造成病人有一个严重的低钾血症。这个病人入院的时候血钾水平只有2.59。是我见过的所有的病人中最低的一个血钾的水平。血钾过低呢，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一种严重的致死性的心律失常，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高龄，一身三病，马新林的身体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冰山，而这座冰山正在努力地试图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孩子。你稍微给我扒过来一点，我看一看，他有宫缩的话，他就会有反应了。我给他放音乐，你知道他的心率会变的，是吗？特别好玩，你试试啊。嗯。岁月。
你看，你歌一放，他有那个宫缩压了。咱家宝贝儿以后一定是个艺术家。让人意外的是，尽管承受着各种疾病和怀孕带来的风险，马心凌始终充满了快乐的正能量。你又来了，老板让看表几点？胎心刚才是2:30就测过一次吧，这10多分钟一次。还没疼吗？还行。别说话了。扛不过3月呀。还行，争气，好歹春节过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你不行，你拿着电脑干活吧你。也没心情干呢。只有阵痛和对孩子的担心，让他们有些微焦虑。很难想象，这么温柔坚定的一对夫妻，都经历过痛苦的第一次婚姻。从我们两个人相识，到相知相爱，然后到今天也20几年了。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些经历，就有过一段比较失败的婚姻吧。可能就是两个人在对于孩子和家庭上面，就是可能没有达到共识。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喜欢孩子的。当得知到她怀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非常担心的，就不希望因为怀孕然后给她的身体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当时也是跟她商量，但是我们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孩子我们想要。现在都已经40岁了，不仅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可能也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一个。走过婚姻的大雨，疾病的大雨，生孩子的大雨开始启动了。哇，咕噜咕噜的往下走，一股一股的哈。嗯，这大夫说正常吗？这状态，这是我不知道是血呀、还是水，应该是水。血，血，哎呦，血块了，有一个血块。嗯，我叫他叫他。不用叫，不用叫。血块了还不叫？这有人可叫的呀？那你跟他说一下这个。哎，你好，就是他那个底下出来一个好像是血块是什么？一个血块。嗯。血管开了。嗯。然后又破水。嗯。然后他会有血出来。马心凌的这种情况肯定会早产。咱们足月以后是从37周开始算，她那天是差不多35周左右。比起那些足月的那个新生儿呢，肯定她的肺功能还有她的心脏功能可能比一般的足月的宝宝都会差一些。然后呢，我们就会把儿科在分娩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给叫过来，然后如果出现特殊的情况，我们就会让儿科医生进行抢救。宫口已经打开，孩子早产已成定局，马心凌能不能顺利生下孩子，早产的孩子有没有问题，都是未知数。这个孩子真是不容易啊！关键我不是之前还这么多毛病吗？是挑战啊！而你看之前咱那些病友都比我小30多了。对，这住了这2次院，还真没发现说有没有一个比我大的？没有一个。5分钟吧，宫缩。担心妻子和孩子的刘志国再也无法掩饰心中的焦虑，心细的马心凌反过来安慰丈夫。无聊吧？怎么无聊？天天有这种节奏。还好、过得好慢的，知道吗？哎呀，你呀、就是闲住了就行了。其实闲不住呢。哎，生了吗？这是小孩。这小孩的声音，他这么叫的，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有那样的，那很清澈的感觉。哎，好。小宝，歇会儿、小淘气呀、歇会儿啊。哎，小淘气，这孩子就真的是个奇迹吗？
这就是生命轮回。那妈妈还没走的时候，其实他就来了，妈妈一走他就，这真是轮回，这其实就是这个，太准了，有姥姥保护你了。嗯，好，我妈妈其实非常希望我有一个自己的宝宝，而且她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尽管她心里这么想，但是她从来不会给我们在语言上施压，唯独有的就是在她临终前的两三周吧，我带着我的就是现任先生去看她的时候，你说了很多很多次你们应该有个孩子，其实当时说的我有点烦了，其实也是我心里的痛，因为刚做完手术没多久，但是其实医生当时说的就是试管婴儿其实都不敢给你做的，因为几率太低了，就基本上当时那段时间我就已经完全的放弃做母亲的这个念头了，好像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或者妈妈馈赠的一个礼物吧。这个孩子在我送走妈妈两周后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原来孕育孩子的全部过程都是在刚刚失去母亲的悲伤中，马心凌这一年的人生旅程上布满了狂风暴雨。又来了，还挺频繁。嗯，半小时五次。嗯，这比刚才疼一点，出汗。不止十秒了吧？嗯，过去了，过去了。宝贝，要这样的话，你吃得下去东西吗？没事，看情况。咱过来坐会儿吧。哎呦，宝贝儿，别给妈妈弄得那么疼啊。没事。承载着去世母亲的强烈愿望，在绝望中生出希望的马心凌，在疼痛中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我快拿着。不吃了。试试看。咱要不要不行跟大夫说，不行就弄无痛的行。不要。看到他这么疼的时候，而且持续时间又这么久，啊，那我真的是受不了。宝贝，咱们还顺产吗？还是剖腹产啊？你都顺了。啊？顺了。顺啊。天哪，你可以顺了。是可以顺，但是我怕你太疼了。现在不能，先不来不及剖。是吗？疼痛不断加剧。想要真切体会一次做妈妈感觉的马心凌坚持不打无痛，刘志国越来越心疼。来来，我再给你测一下吧，你疼得很厉害，我看你这样能不能那个打那个催产素，让我打我现在有点犹豫，知道吧，因为你这种工作我再打了你更受不了。幸亏没点，看六个了。看六个了，快了吧。点催产素之前，我首先判断是他宫口开大情况，所以我进行了阴道检查，查完以后他脚之前的产程有进展，之前是开三四个，现在开六个了，而且头的位置很低，如果点了催产素的话，他就会加剧他的宫缩，宫缩更强，产程会过快，会造成宫颈裂伤。等会儿做完监护咱们就过去了啊。好。你这是早产，胎盘不能自己拿走，得胎盘送病理。嗯，先坐起来，把水，然后绑带，吃的手机拿过去，你陪吗？我可以陪。可以陪。嗯。啊，我看到他就是疼痛的越来越剧烈，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焦虑，然后也非常的心疼，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母子平安。
痛到极点时，马心凌脱口呼喊妈妈。去世的母亲不能陪在身边，即便是呼喊一声，也感觉为身体注入了力量。谁叫的？这是我吗？谁呀？这儿叫呢是吗？刚才你怎么了？那个疼的感觉跟之前上一次查有什么区别？一次再摸一下，大了就过去了啊！你别喊了，你再喊这样不行啊，胎心态不好了啊！你喊也疼啊，宝贝儿，你得放松。你喊完之后氧气都用光了，孩子怎么办？来抬，别使劲了，千万别使劲，听见了吗？啊，我们推轮椅把你带过去，好吗？啊，千万别使劲，跟他说深呼吸啊！深呼吸，别使劲啊！来，快起来，亲爱的，趁现在没工作，来来，快点，快点，快点！一二走。你振作点，亲爱的，把腿弄过来，早得去生孩子了。因为你来工作动作，把眼睁开。等会儿拉一下。来来来，等会儿赶紧坐上，赶紧的，赶紧的。他现在坐下，估计太虚了。不是，你不太虚，早你得过去生去，你这不动哪行啊？给我，松手，松手，松手。我跟着过去吧。你等一会儿，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宫口已开了十指，达到了生产的指征，虚弱的马心凌被推进了产房，等待着他的会是顺产。还是力气耗尽后紧急的剖腹产。一二三，抬，又想使劲了是吗？来，腿分开，腿分开，好，一二三，使吧，腿分开，再使，使啥？再使，再使，再使。别喊，别喊啊！把五床家属带进来吧。对。我会硬一点。我有点晕眩，二人会晕血什么的。啊，要晕血你就别去。我不会有什么，不是我在他脑头上我看，我不在。你要真是害怕的话，到时候你晕了，那我们是抢救你爱人，还是抢救孩子？他现在我觉得还好，你现在是什么状态？我还好，就是比较紧张。那个。我是什么视角？我就是应该在他，我就是你在他的床头，但是床头可什么都能看得见，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能看得见，啊！你看你现在就开始紧张上去，你这种情况我不建议进去，我得喂小孩儿。你看现在他就开始这样深呼吸，你别去了，别去了，别去了。在马心凌最虚弱的时候，因为晕血，刘志国。被拒绝进入产房。往下使劲，使使使，再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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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再使再使。好，来换口气，换口气，深吸再来，往下使劲。好，使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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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来再来使。妻子和孩子能否母子平安，刘志国极度紧张。使的还是挺好的。就是下一针针呢，你别扭，亲爱的，你一扭把孩子稍微扭回去了，你别扭，然后使长劲儿，嘴上不吭气儿，然后把劲全都使到屁股上来啊，明白了啊，嗯，哎，使长劲儿，亲爱的，悠悠的使长劲儿，对，哎，特别好，行，你上来，哎，那什么什么不使了，不要使了，不要使了，不使了，亲爱的，不要使了，不使了，啊啊，深呼吸，深呼吸，分娩衣里边胎心有点慢了啊。孩子还没有出来，胎心开始下降。没了吧？他这都不用剪了吧？我看。我觉得可以。来来来，往下挪屁股，往下挪，赶紧往下挪屁股，帮我摘手套，叫儿科吧，说早产。来，快点挪屁股，听我指挥，我让你使劲就使劲，我让你哈气的时候你就哈哈气啊，就往出吐气，听得明白吧？很好理解啊。再来再来，注意哈气，再来。好好好好好了，哈气哈气哈气，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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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稍微使一半的劲儿，快点，使一半的劲儿，使一点，好，就这样，再来，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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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疼痛和透支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哭泣着来。
哎，好。我要拿东西吗？啊。嗯，反正小孩目前看着还是可以的，但就是因为他太小了，明白吗？得身边观察啊，挺可爱的你家孩子，而且特干净，总的来说。而这个早产的孩子也是健康的，看见很白，特别漂亮，特别白，特别白，真棒的，有点激动死了。一天后，马心凌的身体稍微恢复了一些，夫妻俩一起去看还在儿科观察的女儿。哎，真是。嗯，我还说那还真红了。嗯，看看挺红的。嗯，对。有点红了哈，就昨天还是白白的感觉，眼睛挺大。嗯，爸爸妈妈来了。行了，继续吧。其实以前就是没有宝宝的时候，我就想过就是。我以后有了宝宝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妈妈，我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她身教胜于言传，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做好自己，做孩子最大的榜样，我觉得这会影响到对我对宝宝的这个感觉。我们希望她健康平安，希望她是一个温暖的人吧，可以把她的温暖带到她身边的人，带到生活之中，也希望这个光可以照亮他的人生。人生的旅行有我们难以预料无法想象的至暗时刻，长夜里没有遮挡的大雨滂沱，是眼泪都流不出来的绝望瞬间，但你会发现只要坚持爱着微弱的光，感恩着一丝温暖，用积极热切的心态去争取希望，吃过的苦就会照亮前方的路，当彩虹出现时，坚持的力量会瞬间点亮整个未来。亲戚啊朋友什么的有吗？我现在就一个。哎呦，嘴紫。不是突然的，他的这情况好久了。我不给人家找麻烦。后期有可能加重他的心衰，甚至有这种心跳骤停的可能性。欢迎进入由陈李济舒筋健腰丸独家冠名播出的科普医生说。一般来说，如果孕产妇在预产期的年龄达到35岁以上，我们算作是高龄孕产妇。而这部分的孕产妇合并有内科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心脏病等等的几率都要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些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呢？首先，我们要建议这些高龄孕妇应该做孕前的咨询和检查，进行血压、体重、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感染疾病筛查、凝血功能、甲状腺功能、宫颈刮片等检查，来明确适不适宜妊娠。那对于能够耐受妊娠的孕妇，我们也要孕期明确的监测，这些孕妇在孕期患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合并症的几率都会明显增加，从而导致早产的几率也会增加。我们只有在孕期严密地监测了孕妇和胎儿的情况，才是能够顺利分娩的一个保障。不再害怕漫漫长路。